要问到底是买特斯拉呢还是买小米呢，看看自己兜里的手机就知道了。到底买小米苏七还是买特斯拉，最近好多小伙伴问这个问题啊。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，如果说特斯拉是汽车界的 iPhone 的话，小米苏七就是汽车界的小米手机。特斯拉和苹果特别擅长做减法，而小米特别擅长做加法。大家观察一下，特斯拉和苹果其实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他们会尽可能的在自己的产品上做减法，像做艺术品一样的去做一款产品。小米呢喜欢堆配置，它会让消费者觉得我花了更少的钱买到了更高的配置，这种感觉像不像是苹果手机跟安卓手机之间的对比。所以如果大家要问到底是买特斯拉呢还是买小米呢，其实你看看自己兜里的手机就知道了。如果你特别喜欢苹果，那么买特斯拉一定不会错。如果你钟爱安卓手机的话，那么可以尝试一下小米苏七，我觉得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。